第五十九代徐海吴祖师，东土十三代十三祖徐祖慧海吴浩吉南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德泽深厚，遇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第五十九代徐海吴祖师，东土十三代十三祖徐祖慧海吴浩吉南。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德泽深厚，遇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